这可太有食欲了啊！是啊，来吧，刷酱吧。没意思，兄弟们，正经的那个烤全羊了啊！食欲上来了吧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哎，还有兄弟们，快吐！来来来！哎呀，哎呀，你那个，别客气啊！来个羊后腿，哎，大点啊！俺大们今天家里可热闹啊，给老丈人兄弟们好好烤一个全羊吃。大团子啊，我天天晚上都不敢刷你视频呢，太诱人了，太好吃了。这回来了啊，来来来来，分割一下。好嘞。哎呦，好嘞。哎，绑一下，来，这手法真地道啊。一会儿我也绑一个，来来，你绑这个，啊，绑这个。看这羊腰子还带着呢，这个一会儿给我吃啊。行行行行，哥，我给你弄好了。好嘞，行，烤羊了。啊卡里边，好里边，好嘞，好嘞，盖上，不是盖，哎，这个待会儿再改刀，然后刷酱，两个小时就能吃了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太饿了，弟弟，我这是什么羊？来，给大家尝一尝。你们所认知的这个马奶酒，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酸马奶，它不是酒，不是酒。嗯，哎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我这么臭吗？欢迎老丈人，来大草原啊！谢谢，干了，干了。天也快黑了，是啊，这羊烤的也差不多了，咱俩改下刀。哇，哎呀，这颜色真漂亮，这肉厚的地方啊，就这么改下刀就行，要不这中间不好收。看这羊尾巴，那么大变这么小了，烤的香味出来了啊。嗯，行，哎，干什么？再烤一会儿，然后就刷酱，走。这烤了两个来小时，哎呀，差不多了，这回来来来看看，哎，开盖。哎，这可太有食欲了啊！是啊，来吧，刷酱吧。没意思。兄弟们，正经的那个烤全羊了啊！食欲上来了吧？上来了，上来了。这是我们草原上的烤全羊啊，不用腌制，直接上炉烤。哦，啊，这羊尾巴变这么小了啊！看看这大羊腰子。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芝麻撒上就上桌了。好嘞。哎，哎呀，大手。哇，好香了呀！好嘞，拿去吧。好嘞，太漂亮了。这真是外酥里嫩啊！老丈人还有兄弟们，快吐！来来来，安达啊，整啊，来吧啊，快点！哎呀，饿死我了都！先给你来个羊全腿，哎好，哎，看着大一个啊！哎呀，这么吃，来吧！哎呦，太大了这也啊！来吧，我先尝一尝，兄弟们啊，尝一尝。哎呀，安达，您这个酱料真是无敌了啊！好吃就行啊！太香了，兄弟们啊，真香啊！别客气啊，来个羊后腿，哎。大点啊！哎，哇，给吧，大弟弟，来个羊后腿。哎呀，嗯，哥，感觉上来了，上来了吧？哥，啊，我最爱吃这个了，大口吃肉。哥，这味道可大拇指呀，是吧？我再来一口，好像肥肥的。看，嗯，肉，烤全羊就得用这个接羊。哦，说白了就是这个羊没结婚。哦，没结婚，没结婚的羊啊，没结婚的。哎呀，老丈人预定的腰子，给，来吧，感谢安达呀。我操，太肥了这样。吃中间的，吃中间的啊。哎呀，给，嗯，老弟，一人一半。哎，味道没吃了。嗯，哇，哎呀，吃的真香，这真香哦。嗯，来，我提一杯。不是，太简单。我这大老远来了，你可得多玩几天再回去啊。我玩三天，你能每天给我烤一个羊？那可以啊。那我不走了。不走了。行行行行行。